不过那这个跟美国价格都差不多啊，都一样贵，就差不多，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就是美国的价格，所以他赚更多。对啊，我老公说的对啊，因为美国物价还是比台湾贵啊，物价美国比台湾高很多啊，那所以这边如果跟美国一样，那表示这边赚比较多啊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，麻烦看着花走。真好啊。要帮你拍一张照，你自己拍。拍什么鬼？要喝啦，怎么拍要干嘛？